最新消息，曾经在谈话性节目讨论风水和宗教的这位名嘴，他本身还是警察大学的副教授吴章玉，他居然涉嫌要求两名警察，原本是他的学生，来调阅大陆人士来台的出入境资料，然后他在口述提供给某大陆人士，因为已经触犯了泄密等罪，遭到了调查，在昨天已经遭到了声押。我出去没有对不起国家了。大声喊冤说自己是清白的，这个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就是警察大学的副教授吴章玉。你到底有没有泄密？没有。那到底把资料提供给大陆的谁啊？连忙挥手说自己没有。吴章玉的名气可不小，经常在电视上的谈话性节目讨论风水和宗教，现在却因为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泄露大陆人士来台出入境的资料被检警搜索。泄露各自大概获取多少钱？吴章玉还利用其他两名林姓和吴姓员警调阅个人资料，再口述给其他大陆人士。共犯国家安全法之交付秘密以及刑法之泄密罪嫌。检警动员30人，兵分5路到3人的住家搜索，带回物证。据了解，吴章玉也在辅大宗教系兼任副教授，也学过武术，练就了铁喉功。应该是为人师表的他，却传出犯下这种不法行径，检警将全力调查。